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象棋世界》栏目，我是唐丹。今天由我和张强老师一起为您讲解2018周庄杯男子甲级联赛预选赛的精彩对局。对阵双方呢是由来自黑龙江队的象棋大师何伟宁，直红对阵深圳象棋大师黄海林。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周庄杯啊，这个男子下岗军赛呢，也吸引了20来支队伍呢进行参与。对，一共是，举行了一个7轮比赛，这最后取个前3名，为期哈，这个7轮的大战，对，那么最终呢是湖北队、深圳队还有江西队呢笑到了最后。其中江西队呢应该是首度参加象甲，对，深圳队呢也是首次这个介入象甲，但是他最后参加这个象甲本赛的时候是冠了一个广东队的名儿。对，他们也是派出了广东年轻棋手。可以说是广东二队吧，这个是以深圳这个队的，二队的这个，或者说广东二队的这个结构参赛对，的，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黑龙江队最后一轮哈，这应该是比赛的第四轮。第四轮这个，黑龙江队本次比赛也发挥不错，然后也是一个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所以说这盘也是很关键的一场对。对局。然后红方何伟是走宁，张涛炮，对，选何择伟了宁呢中炮。是来自黑龙江的小将啊，对，张涛炮来，然后黑方是选择平衡马开局。黄海玲是老将，去黄海平玲吧。呢是，在90年呢就是参加了这个全国大赛，就获得象甲师对，了，但是这2年呢，这个整体来看呢，这个战绩呢忽好忽坏，是，那么这一次呢，这个退居二队，因为这2年这个广东队的主力呢都是张旭钊和许国毅打，对，所还有。以。黄海林呢就退居二队了，对，有许川老师和吕琴老师。对，我就说那个后边的三台四台对，啊，吕钦、许川啊，这2年，吕钦都下的很少了，他走的是，这时候黑方是走了一个马二进三，去走平衡马开局。红方跳编码，黄海林呢，应该说也是这个专业队的老队员了，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哈。对。并且呢，这个许云川曾经聊过黄海林，他说黄海林的布局啊还是非常出色的。他说对，他就是这个许云川带有调侃的口味说带个小棋盘没事，经常摆摆小布局。说到海林的布局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哈。是，他说他可能有的时候中后局啊有些这个下的有时候有些伏，不是特别的那个准确，对，然后有时候错失一些战机是。啊。黄海林呢，应该说对阵这个年轻新秀呢，他还是选择了一个较为偏僻的走法，他走卒三进一，对，这时候走了一前个景三三卒，卒，然后红方车二进四的时候呢，这个棋老谱，唐丹这个棋你也比较熟吧？这个棋是不是也可以直接破八平九对一个车？没有，没有，没人对车，老谱有时候是象三进五补对，象，炮八平九对车呢，感觉还是略亏，最对，老是炮八平九。是，对完车，这红方炮平七车有一妈都是先手，正好把车亮对，出这个来了，棋呢黑是。方不肯，那最早的时候是走象三进五对，补一手，象三进五补，然后红方呢这个棋呢，走兵七进一，对兵对，兵七对兵，黑方然呢后黑不方，理，黑方如果拱了的话呀，红方一杀是先手，对，黑方还要逃马，黑方不理走知士，对，继续是四进五补一手，这个棋呢就是双方形成这么一个对峙的局面，红方呢暂时也没有。很明显的这个进招的办法，对，你炮平七人就马三箭，你炮五平七，他就车平四不理，哦，这样，这个棋炮五平七下过这个棋，他车平四，七平四直接对，亮车。这刘鼎荣老师特爱走这个棋，但是后来呢，收到的效果呢也一般，所以这个走法呢就是说的黑方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对，黑方呢一般呢这个棋就是接受把它拱掉，把它拱掉以后走炮八进四，再走炮八进四，红方能略优一点。就这时候，红方直接把兵对掉。对，拱掉，然后再炮八进四，他拱七卒，再炮八平一。对，炮平一吃卒。黑方呢能略优一点，然后他走炮一平三，黑方炮八平九，炮八平九，他走对，炮一平三，炮一平三，然后先他再停。走还有个炮二进五。炮二进五，这个是很关键，因为你要退象，他先手对车，先手出车，他先要打你，对，等你这个马逃了以后，逃然后再象三退五，他再就退这象，样。这个棋呢就是。很经典的一个开局啊，很古老。是。然后双方呢，
这个往往呢是积碳成河比较多。嗯，红方呢略优一点，就是多一个边兵。这多个边兵，啊嗯，这个棋呢，这个非常可能会下残局。非常著名的一个残局，你知道吗？是王斌对吕钦，双马双兵对双马卒。双马双兵对双马卒，双马卒。最后呢，这个又形成这个双马对马象拳，不，双马对马双象。马双象啊，那个棋啊，大战了上百回合，还是下河了。哦，这么就是这盘棋走过来的，哎。哦，这样。这盘棋呢，就是说黑方呢略亏一点。那黑方如果选择这个布局的话，很可能会下成一个残局。对，嗯，黑方略亏一点点，就是少一个边兵。但这个棋呢，如果应对了呢，也问题不大。是。那个时代呢，就是说红方这个攻法比较稳。嗯。啊，这个棋呢，就是说，大致呢，如果要是这么走的话，就极有可能呢走到这个。对，如果飞象的话，啊，直接就对。对， 对出了。但黑方这时候没有选择相当进攻。黄海林呢，可能觉得这么走啊，嗯，太委屈。对。对阵这个黑龙江的这个新秀啊，他觉得这么走，嗯，这个是背谱啊，大家前面呢有章可循，嗯，而且黑方也不容易走反弹，所以黑方这个时候走了一个卒棋。这招棋呢，倒并不能说它是绝对的创新，是但是比较少见。对。就这么走棋，啊。能够给红方呢这个一个更大的这个啊富有比较新鲜的这个意义，啊，对，就是张二这期红方本来是一个巡河车，然后你赢了巡河车走是两头蛇了，不是给了红方兵三进一兵七进一对兵的两种选择。对，他就是这个意思，嗯，他既然敢拱啊，他就不怕你对兵。对，我们一般说啊，这个两头蛇拱起来哈，啊嗯，他是怕这个三级兵呢来对，对啊，对开了。但这个棋本身由于红方这个马呀屯到边上去了，哦，这个力量呢，组织进攻力量，就说你比如你对这个兵，比如将来这马能上去，对，你对这个，你再对这个兵嘛，他跟这个正马呢就没有这个紧密的配合，是，所以说你对兵人就不给你接受啊，哦。我们拿战术给大家，他就炮退一，对，直接炮退一，嗯。这个棋呢，红方呢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后续。对，如果你要是碰三兵的话，他也一样，他也对完了的炮八退一。对这个三兵。对。你如果碰这个三兵，他可以炮八退一，这样退回来。他炮八退一。他这个两个炮，他挺灵活的。对，因为他正好是士象没补。对。你要是补了士象，你反而这步灵活了。这个棋红方也没什么意思。是。你炮八平要打车，这个车还要被追着，你再回来，你白走了，对方可以飞象了。对，就可以相当于补一手，这个棋的红方就丢先了。嗯，所以他卒棋进一呢的好处呢，就是他暂时不怕你对兵。嗯，啊，这个棋呢，红方就不能着急对兵。红方喝了一个，他走了一个炮八平六啊，也比较稳健。他炮八平六的意思呢，嗯，就是你不能马三进二了。对，有个炮六进三串打，啊。我将来我打你。对。或者我不着急打你，我再对三兵，将来我再打你，嗯，啊。是。总之呢，这个地方呢。炮八平六最主要是想有效的防止他马三进二，是黑方呢，这个黑方这时候在平炮对车，嗯，红方也是接受了一个对车，接受也可以吧，嗯，就说红方看，因为边马五六炮啊，红方走这种阵型啊，嗯，也可以看出来红方就是想稳，对，这个布局是比较稳健的，对，嗯，这个阵型啊，红方就不是这种啊，具有这个很强攻击力的。这种打法，对，所以他索性这时候就把车对掉，对，然后再车九平八，再亮车，嗯，嗯，黑方呢这个时候没有走车一平二，他可能感觉这个车一平二出来以后啊，容易受牵制，对他直接选择了一个炮二平一，嗯，这个棋呢就等于是开局呢还是走的比较平稳，对，双方呢没有走出呢特别大的动静，就是双方没有这个形成这个激烈的交锋。嗯，红方呢可以说是稳持着一个先手啊，对，红方再掌一个微弱的但是呢比较持久的这么一个先手，对，但是黑方呢这个阵型呢也比较公稳，对，红方呢暂时也不好啊这个比较大踏步的这个前进，对，黑方这时候继续这个走向三进五，对，然后红方也是这时候在对三兵，也是需要把自己的马给走活，嗯，这个棋啊，嗯，就是黑方呢跳正马也不是不行，对，这时候就是直接马八进七，嗯，也是可以，但是他可能怕他碰兵，对，碰兵以后你再炮九退一呢，对方是不是有个炮六进五，
啊，这个腮泡的起，对，有这可能。嗯，这时候再泡退一，对，然后这个时候红方有没有这儿的起？因为你跳马，它可以平车再顶你。对，啊，这样如果你抛一平四吃掉的话，我吃掉你。嗯，这儿可能红方还能够将来吃一个中兵，你补象，他先捉一下，下步棋可以打中兵。对，这个兵可能还有丢象的危险。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跳马呢，他可能就顾及到对方呢。有这个对兵的棋，因为跟刚才的棋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啊。对，所以他这时候没有走马八进七跳嘛，他选择了一个象三进五，先补了一手，象红方也得对兵了。对，那么黑方是接受交换以后走了一个四四进五。对，这个棋呢就是说的双方布局呢走到这儿就基本上结束了啊。对，进入这个中局的战斗。嗯，这个中局的战斗呢，我们看一下前景哈。嗯，就是黑方的阵型呢，士象都补起来了，对，比较结实。嗯，然后下步棋呢，可以车平四出来，一路炮瞄着红方这个边兵。嗯，啊，具有一定的这个，啊，反击的能力。对，不足的地方最主要是这个左马没有这个跳起来。对，就八路马现在还在原位。所以说这个棋呢，应该还是红方呢这个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先手。是，但是就是说怎么去发展，它空间呢？也不是特别的大，就是这种棋啊，对，本身呢就是比较平稳，是，就这个编码五六票的棋呢，不容易把这个棋啊走得特别的积极、啊、这就是得看双方就是在阵地战，就把自己的阵型是怎么一个调整、这是一个慢慢、啊，慢慢较量功力的这么一个棋。对、啊、那接下来红方走，红方是四四进五，先补了一手，补了一手也还可以。嗯，黑方，然后黑方车一平四，车一平四，嗯，红方有红方兵九进一，因为这个兵主要拱、对。然后接下来黑方，黑方也走了一个卒九进一，嗯，他也等了一招，嗯，因为这个棋呢，黑方暂时呢，他也不好动，对、他拱这个卒的意思是将来有可能马还有从边上出来的可能，对，以后炮九平六，然后马八进九，嗯。那他这个红方呢，也是走了一个炮五平四，这时候也是想调整自己的阵型，也是看看有没有什么炮四进六一些什么手段。对，嗯，嗯，炮五平四呢是可以的，这招棋呢啊，因为这个中炮呢暂时发不出去了，嗯，没有更大的这个威胁了，所以现在照这个局面，可能就得看双方，就是说谁的阵型调整更好，更有针对性。嗯，这个棋啊，就是整体的格调是平稳、对，然后看这个细腻的地方呢，谁能够啊在细微的机会当中呢抓住这个机会，是啊，这个是比的耐心、比的精细度，对、它不是像那种对攻的局面，比的是这种计算力啊、是那种力量，是啊，所以说这个象棋啊，它这种战斗的方式呢，对抗的方式呢有很多种，那么这个其中呢就是比较细小缠绵的地方，是啊，需要人呢走得比较精细，啊，因为这个大战场这个棋肯定没有了，对、不容易这个发生这个剧烈的这种格斗了，嗯，啊，往往呢双方这个细节的地方呢决定最终的成败啊，对，炮五平四以后呢，黑方走炮，黑方也是走个炮九平六，对，因为它也针对性，防止这个红方这、这种棋啊，一定要小心它有这种塞炮，对，压马杀底象，是这个棋呢，黑方呢，因为现在长这个车呢，他又不肯。因为将来红方进这个马，他老有这个蹬的先手，对，所以黑方走炮九平六呢，把这个炮呢、放在视角上呢，它是比较安全的，嗯，他下步棋就可以马八进九，他是这么一个初步的思路，嗯，好，各位棋友那个，稍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呢继续分析这盘棋。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来。我们接着给大家介绍全国象甲联赛预选赛的对局，对阵的双方呢是黑龙江的何伟宁对阵啊代表广东二队，也就是深圳队出战的黄海林。嗯，走到这儿呢，应该说双方还是一个非常平稳的局面啊。对，红方补象，黑方跳边马，马八进九，红方炮四退二再回来。嗯，这个棋红方退炮呢，他主要下步棋要走这个。对，然后准备
砍杀对方的底项。是。黑方呢，要必须呢，要对这个局面处理。他走马九进八，马九进八跳上来。嗯嗯、其实红方呢，这个棋呢，实在他走车三平二了。对，他平车。这步棋走的有点空了 啊。嗯。被黑方回马一退呢，也没什么意思。其实这个车应该立在这儿。啊，红方感觉还是应该先平个炮，嗯，看他这个态度怎么走。这儿呢，对这个棋呢比较有利啊。当然这一步棋他也没有走坏，对，就是说的一点一滴的呢，从细微的地方看呢，红方慢慢的就把这个棋呢走亏了。对，他直接就三平二，那黑方正好马八，正好这个马你控制不住他了。对，你这边上马也感觉不对，他就打到你可以马七进六。是啊，就是说黑方还有进车拉住你。嗯、红方呢都不是很满意了。嗯，红方他实战走，他走了一个炮四平三，黑马七进六，正好马七进六，红方车二进一，对，然后黑方也正好车四进四，嗯，这样就看马。这个棋呢，就是说什么呢？就等于红方啊，等于走了一圈，把黑方的马呢赶到了一个好的位置，对，好像没有什么所得，对，没有后续手段，就是红方呢这种进攻呢，应该说呢。他好像是为了先手去争取先手，对，但实际上这个棋呢这么走反而呢黑方比较有利，因为黑方把自己的比较薄弱的左马呢调整到好的位置了，好像黑方的这五大子位置都非常好。对，黑方炮一进三可以打，是小炮也比较安全。现在红方呢虽然说阵型也结实，嗯，但是呢这个整体上来看呢不如黑方呢更加的协调。对、啊，他实战是走马九进八，嗯，他当时可能是比较看重这个上马，对，但是被黑方一个战术呢，这个棋呢红方还是感觉啊有点落空了。是，黑方也是选择了卒三进一，这时候也要只有送兵了。对，这招棋也比较干脆、啊，对，红方他是先马八进七了，对，他先跳马蹬了一下。嗯，这个棋呢他如果拱掉的话呢，他怕对方呢就马六进五，对啊，马六进五，黑方也是不错啊。可能是下一个四马炮的一个残局。对，因为这个炮进三，这个兵他早晚能打到。对啊，另外呢，他是不是也担心人家车四平二顶他？对，顶住他也可以。嗯嗯，然后这时候黑方肯定得炮一进三，嗯，吃兵。那红方也只能先吃这个兵、啊。对，也没办法。嗯，黑方又马六进五。黑方这时候马六进五，嗯，再交换。因为这儿转换完以后呢，等于黑方呢多了一个卒啊、嗯。本次这个比赛啊是在这个江苏的这个啊有水乡支撑的这个啊古镇周庄这个进行的。对，好像这次比赛应该是挺热闹的。这周庄好像以前也举办过多次赛事。对，周庄呢，确实呢这个有很深的这个文化底蕴啊。是。那个地方呢出的文人墨客比较多。哦。这个另外呢，这个江南水星嘛、也非常有特色啊，小桥流水人家。好像张瑶您多次去这个周庄参加这个顶级赛事啊，嗯，那边办的赛事也是比较的红火。对，嗯，因为这个周庄镇呢，无论是这个政府啊，还有这个咱们这个百姓啊，对这个象棋呢还是非常喜爱的。是啊，这个也通过咱们办这个象棋的赛事呢，嗯，这个进一步弘扬这个国粹。同时呢也提高了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知名度，但是周庄本身也是一个旅游的热点。是啊，它这个风景区啊每天也是数以万计的这个游客啊。我们曾多次这个进入周庄，因为比赛期间我们拿着运动员证，对，是可以随便进入周庄的。哦，正好对，而且这个周庄那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对，旅游公司呢，我们几次大赛期间呢还特意呢请我们去看当地的一些表演，一些特色的表演。是啊，这个组织我们当地的这个特色的这个文化表演，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能够对我们那个江南水乡啊这种文化呢有一个进一步的啊感触。那么回到这个棋上来看啊，红方不肯对车，因为对车他感觉少兵，他走车二退二。是，黑方马五进七就蹬掉，红方炮六平三打掉。嗯，然后这个局面呢，对，然后黑方是走了一个炮六进一，炮六进一这个，对，打马，来打马，黑方呢就是想把这个马打开吧，啊，对，这个倒也正常。红方先要平车，对，他车二平三，先杀一步棋，
对，黑方是十五推四。嗯嗯，除了十五推四，也可以考虑十五进六。哦，啊，这个杨氏之势呢，杨氏好像感觉这个阵型更啊开扬一些。是。红方马七推八。马七推八，嗯。正好这个残局中局走到这里，是不是已经是黑方有一定的优势了？黑方呢，就是现在黑方多一个兵了。对，黑方其实呢就是略优，是多一个卒，但这个棋呢离赢棋呢还有比较远的距离。对，但是这个棋作为红方来讲呢，要有危险的意识了。是他可能还在想着怎么去进取，他走完车二平三，他看着自己双炮，对，他走了个车四平八哈。对，黑方这时候走了个车四平八。对，红方好像没有对这个棋还是。是不是有些过于乐观？他呢，这个棋啊，何伟宁呢，他这个也是后起之秀嘛。对，这个对个棋的形势的判断呢，是还是有这个严重的这个啊错误。他就像唐丹妮所说啊，他还沉醉在这个进攻当中，还老想去怎么求攻呢？但是这个棋啊，红方这个阵型啊，已经是有危险了。对，因为黑方现在这个多卒啊，这个子力啊，也很舒展。红方这个棋，正着只能走车三进三，进去来牵制对方。嗯，对方如果这个炮放下来啊，对，因为黑方感觉富有这个攻势的，红方可以再炮三平四。嗯，因为这个地方呢，将来一个是退车捉炮，有这种可能啊。当然现在捉没用，捉他有担子炮。对，炮就说他将来炮六平九的时候呢，你也不怕。对，一将你还有退底炮。还可以防守。哎，这个棋呢，必须要进行这个啊，攻守兼备。这个棋基本上呢，红方呢还能够与黑方呢相抗衡。对，还是亏是亏一点点。是。红方呢肯定是差一点了，对，但是差的不是很多。那么实战当中呢？实战他没有选择进车捉炮。他走车三进四。对。这步棋呀，就说的太过于的留恋这个攻势。啊，对黑方的这个反击的这个能力呢，估算的明显不足啊，所以等于这个棋走假了。嗯，简单的说，黑方随后顺势反击，对，水到渠成了。啊、是。应该说这次比赛呢，黑龙江队呢也是非常有力的争夺者。对，一直但是在后边的这个前面下的不错，后边几轮好像接连发挥的失误。嗯。那么最终呢，这个。湖北队啊，去年这个降组的队伍，在这个柳大华呀老师的这个率领下啊，应该说的比较出色的完成了这个预赛的任务，重返象甲。对。那么江西队呢，是我们业余界的四驾马车。啊，有姚红新、姚红新、李德志、刘宗泽。对。还有这三驾马车。对，然后还有加上一个才艺。啊，加上一个才艺哈。对。他们几个发挥的还是不错。嗯。就说的这个。业余的豪强呢，组成了这么一个队伍。对，应该说呢是喜获啊象甲的资格。对，江西队呢，作为历史上呢也是第一次有了象甲。那么今年八月份呢，也将在这个南昌啊，进行这个象甲第二阶段的会战。对，啊，这个南昌会战谁打得好坏，将决定这个走势。因为这个六场比赛呢，是这六场比赛就有可能把分值啊拉大了。其实男子象甲联赛的正赛已经在五月份开战了。对对，嗯，现在呢，这个象甲联赛已经打了，四轮了。四轮了。现在四战队就发挥的比较好。对，以后呢，在节目中也会给大家带来精彩对决。对对对，嗯，这次周庄的比赛呢，啊，最终江西队呢，这个深圳队还有这个湖北队呢，笑到了最后。好，我们来看这盘，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比赛。对，大家看一下棋盘，就是在这里的时候。黑方也进行一个反击的一个局面，对，嗯，然后红方是选择车三平四，再继续捉炮，对，黑方是炮六平九，嗯，然后红方是走了一个炮三平一，这个棋呢，为什么说红方本身就不好呢？对，因为黑方你看这个子活了以后啊，这个主要这个以后马六进八这种卧槽马太厉害了，嗯，黑方是十四进五补了一手，红方车四进一，这个棋啊，嗯，就是。红方已然是危机四伏了，对他还是想要继续进攻，这个方向黑方这个地方啊，其实有很多的手段都能占用，对，啊，比如我们说一个啊，进车捉炮，这就很厉害，
下把棋就马登中象，李桃炮就马登中象。哦，准备一马换俩象。不是一马换俩象，是白吃俩象。对，我炮一进四将军的。你飞尾吃你，你出将一将就把你炮打掉。对。所以这个棋红方阵型已经不行了。是，它实战比较稳。你飞高象，我可以车八平七。对。它平车呢也有这个意思。它下步就准备马六军。准备白吃象，然后杀敌炮啊。对。至于先将还是先杀都可以，看黑方的这个。感觉走哪个更合适，所以说这个棋啊，红方这个棋，这个已经很危险了，或者说已经很难的把这个局面走得特别好了啊。好，我们接着来看啊，这个棋，红方当时呢可能还是没太注意，他走了马八进六吧，对他走了一个马八进六，他感觉这个棋可能他也看出点危险，他希望对方登这个，然后我飞了你呢，这个棋。他想着以后还马六进五登象的棋。我还有点反击的可能。对。那这黄亚林呢走的也比较简单，他直接马六进八。对。这个棋呢走的也是不错。嗯。叫马一将呢还抽你的这个炮。嗯。啊，这个棋可能红方顽强一点，可能就出老将是最顽强。出将的话，他可能怕黑方卒五进一，以后有一个炮一平六，经常有这些手段。是。这个棋肯定是，那卒五进我不行，在什么马六退五，再往回退吧。将来马五进三呀，这个往上上吧，就说的，比他实战呢可能更加富有一些对抗性。对。而他实战走炮一平二。对。这个棋呢就是全线被动挨打了，对方进车一切。进车一捉，他又还得炮二退二回来。对。这个就。很委屈，这两个炮大家看啊，一般好的棋形啊不能放在这个双底线，是一般是比如说左一个右一个可以，或者我是鸳鸯炮，对，那样防守更好一些，我有一个高低炮的配合，其实我们象棋也非常讲究这种协调搭配高低配合，对啊，有高有低啊，互为犄角啊，互为这个联络，他现在这两个炮，这两个炮都是啊一个被迫防御的底炮，这个棋一看呀就是缺乏活力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有时候棋手啊，还有我们棋友朋友啊，你粗略一看就知道谁好谁坏。对，象棋呢就是有这个优点，也有这个阵型上这个协调这种。对，你看多了，就像我们踢足球似的啊，那个对方老压着他打，这个明显这个穿红衣服的厉害。这个象棋也是红的黑的，谁的子力位置站位好，但是呢，象棋难是难在什么？你看着容易，然后你走起来，你每步棋啊。都能够有机配合，就像这盘是这红方太想急于进攻了，也忽略了自己的防守，那黑方这时候就顺势这个炮打边卒，对，这个棋呢就可以说呢红方就很困难了，对，红方这时候不能马六进五，马六进五他随时有这个炮一平五防中炮的一个棋，炮一平五就算将他出来也没有关系，像将来就吃里炮，对，还有这个啊挂角将，你出将他再炮五平六，对，出将再炮五平六该这个棋红方呢就临场呢就有点觉得很难办，对，这棋很痛苦，结果他就走了一个马六退四，对，想回马对子，他想通过这个对子，结果被对方一个送马一将，这一步棋就杀死了，对，这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杀法，红方走的是认输了，如果知道的话对方炮一平五一将，对，这个棋不能不是的，必须进二杀棋，你出将人家直接车平六，直接车平六杀杀将是可以吃车，他可以直接吃势就连杀了，对，所以这个棋呢正好利用这个高低炮的配合呢，对，黑方呢给红方呢来了一个绝杀，双炮车这加一个马，所以走到这儿呢就黑方取胜了啊，对，这盘棋呢可以说这个最后呢红方主要是理念错误导致了最后的失利，是，好，这盘棋呢我们就给大家呢介绍这里，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继续关注全国男子象打联赛，我们后面的节目呢也会为大家呢这个推出呢更多的象甲的精彩的对局。好，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看，同时呢也感谢那个周庄呢能够对本次男甲进行了这个冠名赞助。好，朋友们，再见。好，朋友们，再见。